农历大年初二，这秧刚秧苗刚插没多久呢。柳营、下营那边都比较早，要再早一个月。像前方看到那个一柱擎天呐、啊，那个钻井的了，钻井的工具，木瓜田呢、啊、要钻井啊，钻井。哦，还那么多水管，钻井啊，钻那么深了、啊。